你没有行李吗？在哪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一个人的，他没有。哦，这是你的行李。对啊，你的呢？我在这儿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就来一天不是吗？就一晚上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我说你的行李呢？他说我就这样。我说你是我见过最利索的女人，显得我很那啥。我这还戴秋裤和棉帽子，说特冷，戴帽子睡觉。睡衣我就这个就可以当睡衣，这料特舒服。那明天也穿这个，明天他们说准备两套，琢磨脱了就行了。我真的很欣赏你耶，我那跟男的一样呢。我们先看一下房间，我们那还有一张床。你房间没有东西，你要不要住我们房间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所以我们俩中间你害羞吗？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不害怕，我最喜欢跟别人躺一下。可他很吵。你是我吗？你想清楚是娜娜还是我？哦，还好。可以，那我给乔恩放到这边。当然，这是我们的许昕住过冠军住过的房间。